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将由我呢继续来带我们的那呢乡亲时段呢来背山好不好？当天你要过去啊呢，哦，各位就是过年哦，过年呢二月初五是立春，就代表春天要开始啊，搁一个月就春天啊呢，时间过得有够紧的啦吼。那冬天过去，春天就来了。春天来，百花开，蝴蝶呢哦，在呢我们的这个天空上面飞。所以呢，要请咱的好朋友，咱这回来背山好不？今晚呢，咱先来背呢阳明山青春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给我婆下锅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但是呢，要带你来背管哪里啊？好，青春酿这首曲子呢，也是由我们陈丹丹卢老师呢一说下一瓜熟哈，非常的棒。那早期是由文哈大哥文哈老师一首错，以他所演唱红的一首曲子。好好，虽然我台语无认得，不过呢，我嘛做认真的讲哈，还是我讲讲伊较好听哈。好 ，OK， 来有请老师。